个来是吗？然后这个啊，这个是可以控制的，换这个是可以控制的，然后然后我再把这个长按锁住了，锁定了，锁定了以后我再用这个来试，嗯，就没有变化了，用那个，然后我再换回这个 OK 的，然后我再长按慢闪解开了解锁，再用换这个 OK 可以。